李火旺轻捂着自己的伤，缓慢的挪动着，挪到静心那屋子里，靠着墙根迟缓的坐了下来。连你们都对付不了丹阳子吗？李火旺开口问道。当然对付的了，只要把你杀了就行。静心的话逗笑了李火旺，没想到师太还这么会讲笑话。我没跟你讲笑话，丹阳子的根现在彻底扎在了你身上。 你现在就是他未完成的三世之一，你又要活着，又要剥离你师傅，这确实是个精细活。毕竟你们连着太深了，可以说你现在都算得上一小半个丹阳子。这也是为何我没有直接把那黑太岁从你胃中剥离，因为他现在不单单是丹阳子，同样也是你。李火旺请安慈安尼姑清除丹阳子，并没有成功。 虽然他们跟李火旺配合，重伤了丹阳子，并且暂时驱逐了他，可这仅仅只是权宜之计，麻烦还在，并没有解决。李火旺躲在黑暗中，背靠着冰冷的墙壁，麻木地望着外面的庙宇顶部的带着青苔的层层瓦砾。这不能怪我们，我也不知道，你师父居然还有一半没死干净。 我们安慈庵对于空我界方面比较擅长，可涉及到皮肉，正德寺那些不守戒律的秃驴们更在行。师太，我不怪你，我只是想问，还有多久会被彻底转变成丹阳子？失败并没有让李火旺感到任何挫折。按照现在算的话，还有两个月。 静心师太说着，走到暗中，来到一个竹摇篮面前，轻轻的摇了起来。看着摇篮里面老人，他的脸上露出和蔼的笑容。哦、oh,，所以你打算怎么做？我需要先等等，等个答案。师太，我可否向你借用一下东西？一时间，昏暗的房间内安静了下来，安静了好久。李火旺深吸一口气。 表情微微有些挣扎起来，随后猛地睁开了眼睛。之前四周的黑暗都已经被白色所替代，他再次来到了医院。仔细辨别一番后，李火旺发现这并不是精神病院，而是普通的医院。在幻觉里，自己的伤看起来还没好。 视线下移，就看到自己的母亲。此时的孙小琴就坐在一个小板凳上，趴在床上睡得很沉。在李火旺的印象中，自己母亲一直是非常爱干净的人，可是现在的她头发很油，看起来已经很长时间没洗了。李火旺想伸手过去，发现自己的四肢都被牢牢的绑住了，无奈他只能轻声向着那边呼唤着。 妈，是我火旺。当孙小琴睁开眼睛，发现自己儿子正在盯着自己看，并且表情非常正常，的喊着自己的名字的时候，他激动的扑了上去，死死的搂住了他。儿子，你终于清醒了。安静等了半天，等到对方的情绪没这么激动后，李火旺再次的开口问道：“妈，我爸呢？你爸赚钱去了？” 咱们家现在很缺钱，而且还欠了不少外债。刚说完这话，孙小琴心中顿时咯噔一下，连忙捧着李火旺的脸，心疼的解释：“火旺，妈不怪你，我知道这都不是你想这么干的，这都是那病，那杀千刀的疯病。这么多人，为什么偏偏就落到我儿子头上？妈，你能帮我解开一只手吗？我松松手。” 看眼前儿子说话如此正常的样子，孙小琴犹豫片刻后，脸上重新堆出笑容。好，松松也好，天天绑着，身体都要绑坏了。恢复自己右手自由的李火旺对着孙小琴笑了笑：“谢谢妈。”说完，他把手伸进自己的病服内，从里面掏出一串沉甸甸的金色佛珠来。 在孙小琴的异常震惊的眼神中，李火旺把这佛珠放在了他的手里。妈，拿去换些钱吧，把家里的债给还了。如果还有剩的话，把咱们家的房子再买回来吧。我还是挺喜欢这个小区的。孙小琴捧着沉甸甸的黄金佛珠，显得有些六神无主。这这到底怎么回事啊？儿子，这金子哪来的？ 你趁我睡着的时候出去拿的。李火旺轻轻的摇了摇头，他伸手把自己脖子上的那块玉佩摘了下来，同样放在孙小琴的手中。妈，这个也拿去吧，应该也能换点钱。哪怕我知道你是幻觉，我也不想看到你在我眼前受苦。听到这话，孙小琴顿时顾不上手中的金子跟玉佩，双手抓住李火旺的肩膀。 不断的摇着，泪水止不住的往下流。儿子，你看清楚啊，我是你妈呀，我不是幻觉呀、啊，我真的不是幻觉呀、啊。李火旺把手伸过去，轻轻的擦了擦他脸上的眼泪，脸上露出一丝微笑。嗯，对，妈，你是真的，你不是幻觉，我刚刚逗你玩的。 听到李火旺口中的安慰话，孙小琴激动的又蹦又跳，双手合十，嘴里念叨着“菩萨保佑”。就在他激动的拿出手机，准备让李火旺跟工作的爸爸视频的时候，李火旺伸出右手，在他衣服上扣了扣，扣下来一颗朱红色的纽扣，塞进自己的怀里。也许是李火旺主动转换原因，这一次回归非常的快。 视频里的头发斑白的父亲还没有说上半句话，四周的一切再次切换，重新回到昏暗的屋内。等他回过神来，就看到手中拿着金色佛珠的静心师太站在那里，安静的看着自己。李火旺抬起右手，呼吸越发的急促起来。此刻他脑子很乱，一咬牙，猛地向着自己的胸口一摸，手顿时僵住了。 那里结果什么都没有摸到，面对这早已经是意料之中的结局，李火旺笑了：“呵呵，我早该想到的，那边怎么可能是真的？我居然我听信幻觉里面的人说的话，我真的是风大了。”笑着笑着，李火旺又停了下来，因为他发现这似乎并不是什么好消息，他现在连幻想中最后一丝可能都没了。 李火旺深吸一口气，对着空中轻柔地说道：“妈，没吓着你吧？不好意思，把我的手绑起来吧，免得碰到你。”一直在默默看着一切的静心师太忽然说话了：“既然那边是假的，那你在对谁喊？”李火旺抬头看着黑暗中的尼姑：“对我自己喊不行吗？你打算接下来怎么做？” 李火旺缓缓地深吸一口气，眼中瞬间被满满的杀意覆盖。我要丹阳子死。